天天在穷游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到了沙湾古镇啊，这个地方，非常出名，所以我今天过来看一下。然后今天的话，主要是来这边吃地铺啊，要吃一下整个传说中比较有名的姜买奶。哦，找到了姜买奶，其实刚刚走反了啊。你下了60、67号车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家店，就在门口，不用走太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有点远哈。好嘞，那么这个姜买奶的名的话，店名叫清芳园，它是沙湾古镇的甜品世家。哇塞，起得很高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庆芳园，来走进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多名人都来吃过，看到了没有？虽然我都不是很认识哈。哇，哇塞，人非常的多，人好多，人好多。啊，点一个好吃的。哎，你好，现在是坐哪里吗？啊？是坐下来点饭吗？点的。好嘞，我已经坐下来了啊。然后的话，这里有个点餐本。哇，点餐本好厚啊，这么多，好多甜品啊。但是由于今天我要吃很多好吃的，所以我只点一份他们这里最特别最好吃的。你好，我想看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。哎，我们在韩国的店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？服务不怎么样，有点尴尬，有没有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自己点哈。我们来吃一个，他这里比较有名的是姜撞奶，那我们就点一个姜撞奶吧。哎，这个服务员又不来了啊，我自己走过去叫他吧。哎呀妈呀，这个。哎，你好，我要一个姜撞奶。桌上来点吗？他服务员不过来。你等一下吧，就是你先找位置坐下来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因为这里的服务员态度太差了，找了两个都凶我，我是消费者，他凶我。没关系啊，吃完我就撤。要一个姜撞奶，要一个双皮奶，再要一个炸牛奶，谢谢。这个阿姨看起来很好啊，比刚刚那三个都要好很多。等了这么久啊，终于来了一份炸牛奶，哇，好香啊！不过不行，我要等它全部上完之后我才吃。然后9块钱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现在我要吃的第一份的话是我们的炸牛奶啊，这个炸牛奶的话，外酥脆啊，外酥脆，内嫩滑，真的非常香，一可口，闻起来都很香啊，颜色也非常正，金黄色，看到了没有？然后现在我要试吃一下了，量你们一定要小心吃啊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，对不对？又很热，我怕吃下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我们要优美一点的吃，要一小口吃。来看一下啊，咬完之后的话，里面的一个状态，它里面真的是有牛奶哦，然后还有点姜味，有点辣的感觉，但是整体来讲的话，味道非常好吃，然后有脆脆的。好了，现在我就要来吃，这么大热天走这么久来找到的姜买奶啊！为了他刚刚还被几个服务员稍微的凶了一下，没关系，为了美食我觉得很值得啊。先看一下它的一个盛装，非常的什么呢？非常白，它里面是有姜、生姜、牛奶混合成的。我觉得如果有生姜的话，应该会有辣的感觉。先试一下啊，哇，好 Q 弹啊，有没有？好 Q 弹呢，想不想吃？我吃了啊，哇，好好吃啊，但是好辣呀。生姜的话还有祛湿的作用，所以如果是比较体寒的女孩子的话，可以多吃一点。那么由于我体比较寒的话，我就多吃一点，把它吃完了。那么吃完之后呢，这个嘴里面哈，生姜的味道特别的浓，然后牛奶的味道也很浓，就是生姜加牛奶的味道，所以叫生姜姜买奶。啊，我现在吃完了这一家啊，今天我一共点了两个吃，第一个是姜买奶，第二个的话是炸牛奶啊，两个都有牛奶，为什么都是牛奶呢？是因为什么？女孩子比较白一点，还没有假笑的啊。但今天吃这个两个的话，感觉非常好吃，但是里面的人也很多，来这边吃的人也很多，但就是
我感觉服务员的态度不是很好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凶，可能是因为来的人吃很多，所以也要招呼的顾客也很多吧。但是的话也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好，发现更多旅行趣事，关注天天在穷游。